twin 房型 double and twin 代表的是 double 还是 twin 的房型，代表这个房间里头有两张单人床，情侣夫妻要出去住，那你要订的是双人床。如果呢你是跟朋友同事一起去的话呢，就是有两张单人床。谁说朋友同事不能够睡在一张双人床上？像陈思安，如果我们一块出去玩的话，哎，我们就要睡两张双人床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